去查什么书名、作者、出版社。所以哦，刚刚讲的，如果今天关键字书名里面有 PHP 的，那按一下什么？按一下查询，自动会产生出来。然后这边有详细资料，比如这一笔详细资料跳出来，哎，它就会跳出来。那各位可以看到哈、哦，它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 PHP 的 dash 有一个问号，这个就用 get 嘛啊，等于10。然后呢，它里面有相关条件，都是利用这个方式去传递的。啊，再来就是说有一个什么重新查询跟返回，比如说返回，啊，返回就返回这一页面，重新查询就重新查询到这个页面。然后另外也可以针对什么？针对那个作者，比如说书名之外呢，你也可以针对作者啦，针对那个出版社啊，去下一个条件啊，一样可以有个关键字。那这个背后呢，在 MySQL 里面到底做什么哈？其实我刚刚有提过，就是说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哈，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哈，实际上就是刚刚做的，不过哈，你会发现刚刚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卡的，原来是 IE 的状况，不知道为什么 IE 就有问题哈。那在 Google 里面就很正常，比如说 Book Name 有没有？然后给它什么空一格 Like，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关键字。那如果说你查的条件后面记得要单引号，单引号里面的话给一个 PHP， 啊记得前后要%比，因为如果你没有前后%比的话，查不到资料哦，特别注意哦，否则你如果说前后没有%比，你就一定要给什么？给完整的字串，就是说这个 PHP 书名一定要全部给，不然的话会查不到哈。然后按下执行就出来了。哎，这边的话有没有？多个1的，1没清。啊，这个1没清哈。所以特别注意啊，这个地方哈，这个一定要先删掉哈，然后把book name 把它找到。那当然除了说 book name 之外哈，如果我今天要查什么，查出版社，假设我今天换一个好了，我今天如果说我要查出版社，假如出版社它是哪一家出版社的呢？比如说是松冈的好了，假设我要今天要查松冈这一家出版社的话，那这个时候条件栏位就是什么 publisher。然后一样用 like 啊，如果是字串的话呢，那就是用那个就是一定要是用 like 啊，然后前后也是给它加一个什么，加一个%比，好，加一个%比，表示万用字源，执行一下 ，OK， 哎就可以查到了。那一样总共的话，这个资料里面可以查到哈，总共会有4笔是有关松冈的会出来，好，那请各位哈，这个地方等一下也可以练习说。几个部分，就是说你可以针对这个查SQL 里面的哈，比如说查什么东西啊，查书名、作者、出版社，好，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哈。那再来哈，其实在 SQL 里面最重要除了查询之外，还有新增、修改、删除。其实你如果把这4个指令呢熟练之后啊，我想大概SQL 部分应该就比较没有太多的问题。那请各位练习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要insert一笔资料的话，那怎么insert啊？你会发现它其实还蛮贴心的，帮我们新增的。那再来的话呢，按下它，它里面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新增到资料表里面的哪一些栏位，后面加什么东西。那其实特别注意哈，它这边已经都给我们，我们只要改什么？改后面 value 这边。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改增加一笔记录，前面都不要改哦，记得改那个后面的那个 value。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假设现在已经加到第几笔资料呢？第32好了哈。比如说我今天就再加一个33。如果是数字的话，记得不用加单引号；如果是文字的话，记得要加单引号。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加这个 book name， 书名的话假设是 XX 好了哈，这个名称。然后再来就是我要增加一个是。它的 publisher， 比如说它是 YYY 好了，我这边给它一个大概的名称，练习的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来就是什么作者，假设作者的话记得是单引号哈，是 ZZZ，OK。然后再来什么呢？再来就是它的价钱，因为它的价钱的话，你再新增一笔记录是这个地方啊，价钱的话是数字啊，所以你给它500块。那再来的话，它的 ISBN 应该也是一个字串哦，所以这边的话给它单引号。那这个地方我给它一个数字，给它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好了哦，给 ISBN。那最后的话呢，如果你把它按执行哦，你会发现它会怎么样？如果没有错的话，这边会出现新增的一笔记录。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把它重整一下。重新整理就会怎么样？出现一笔记录了。这个记录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没有产生的记录？那也就是说，将来呢，如果你懂得利用 SQL 语法，再由那个什么 PHP 那边做传递的话，那就可以怎么样？帮我新增一笔了。那其他还有什么呢？修改，修改的话也是一样的。修改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修改。 刚刚这一笔记录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那你也可以用 update 哪一个栏位里面的哪一个资料，或者甚至 delete 很简单嘛。比如说我想要把那一笔记录 delete 掉的话，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会有什么呢？会有 ID， 假设什么等于多少 33， 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把刚刚我新增的这一笔音色之后的话，我希望把它删掉，那我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 delete 指令有没有？然后按一个执行，那 ID 后面记得给一个数字 33， 执行一下，你会发现删除了一笔。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再重整一下，你会发现那一笔记录就被你删掉了。那这里我想各位还是要熟练，就是说从 SQL 语法里面呢就可以先做一些的练习，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再透过 PHP 传递这个 SQL 语法。 给MySQL， 它就会帮你去做任何的处理那请各位练习，就是说书名的关键字，出版社、作者。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查一个 price，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一个价格如果是假如说价格在500块以上的话，那你要怎么下呢？除了用 like 之外，特别重要。如果是数字的话，你可以用什么等于、大于、小于。比如说大于500的话，你可以这边大于500。 也可以产生你要大于500的价钱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select insert 刚刚有讲到 delete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update 的话其实也很简单的 update 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假如要 update 哪一笔记录，比如说这边的话这个价钱它涨了好了，比如说32的这个 price 本来是520对不对？我想要涨到现在已经涨到550好了，那 update 的话呢特别注意就是按一下 update。 那他会跟你讲说 ，update 哪一个 table，set 特别去，我只要是哪一个呢？就是 price 其他的可以删掉，因为我只要变动的只有 price， 所以你其他栏位删掉。那 price 后面这个也可以把它删掉之后的话，给它比如550，550。那 ISBN 不用，所以 ISBN 也把它删掉，就这样子。set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 set。 那后面告诉他会有，请你用那个 key， 它的 key 的话就是 ID 啦就是 primary key 那个 key，ID 什么等于多少？等于32。特别注意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做错，因为这个如果找错的话，那 update 的记录也会是错的。它 price 本来是520，要把它变成550，直接按一下什么执行，执行之后你会发现影响了一列。 那接下来你们可以再切到这个最后的地方，再重新重整一下，它就会去从资料库再捞出来。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如果你用 update 的话，马上有没有这个 price 就被你变更了所以如果你将来懂得 select、insert、update、delete， 我想大概你SQL也够了啦。其实基本上我们写很多专案后面大概就用这4招就绰绰有余了。 可是特别注意这个一定要很熟悉就是说我刚用 ID 吗？用别的可以吗？我要什么？其实如果你不用 ID 的话，会变成说，因为 ID 是唯一的嘛。那如果你用别的，可能会有重复，可能书名也许同一，也许有不一样的名，那当然或者是作者啦，那就会影响的，就会一般都是用 key， 会有后面一定都是用 ID 去比对哪一笔。 如果后面假设你没有给他什么，比如说update的时候忘了给他会有这个东西的话，他会把所有的记录的 price 通通都变更成550，那就会有问题了那刚刚打的程式码重要的我也有把它放在就是我的程式码的下方。比如说你们如果说刚刚可能我讲的比较快了，如果你来不及记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地方有一个范本最好是自己玩玩看，查询。 新增、修改、删除，如果你这些都会的话，我敢跟各位讲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基本上我们很多大型的专案用来用去都是用这4个重要的指令。其实呢，你需要学的大概就是把这4个重要的指令学会，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在那个像手机 App 里面的那个 SQLite， 其实也是都是这四个演变出来的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各位练习一下，就是说如何去查到你要查的关键字，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何新增、如何删除、如何修改。 那相关的那个语法哈、如果你实在记不太起来的话，我刚刚有把那个这个我做完的这个语法把它贴到云端上面，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可以试试看哦。